Hello，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 Teacher Eric，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频道，啃英文教美语 ，Let's learn English anywhere anytime。好，非常开心又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了。好，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 phonics 自然发音。好，我们都知道自然发音学会的话，可以70%的英文单字呢都可以朗朗上口，不用查字典了。OK，Let's learn it。好，我们首先进行的是 OU。O U 发 out OK， 好，我们来练习我们的单字的发音。OK， moth OK， number two， round OK， number three， loud OK， 好，接下来是OW 也是发 out， 所以呢基本上这两个 OU OW 都是发 out。 OK， let's practice the vocabulary。 OK， 来第一个 Down Number two， Town Number three， Cow OK， 好，有没有学到了呢？我们的 OU 跟 OW 都是发 out OK， 当然有一些的时候有一些例外的。好，至于例外的时候我们再把它记起来就好了。 OK， 来 move。 好，接下来我们的 AL AU 跟 AW 都是发 O， 那个倒 C 的 O。 OK， 倒 C 的 O。 好，我们一起念一下。好， practice。 OK， ball fall more OK， 还有 all 也是 all OK， 全部的意思。 OK， 好，接下来 AU 也是发 o， paw sauce sausage。 好，第三个 sausage 稍微难念一点，那第二个 sauce 哈，还有记得我们之前有录过视频哈 ，CE 对不起 ，CE 发四的音哈 ，CE 发四 ，OK， 好，接下来我们 AW 发 O，OK，long 用 low 好，是不是不会很难？我们的 funnies 啊，就是有系统的整理，大家只要 keep practicing 哈，就会进步。好，最后再帮他复习一下 AL。AU 跟 AW 都是发 O， OK， 倒 C 的 KK 音标倒 C 的这个符号的 O， OK， O 好，嘴巴不要闭起来哈。另外还有另外一个是 O， 哦，就是 O 那个就要闭起来。 OK， 那我们接下来 OI 都发 OE 好，这个就是我们双母音的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 AIOU 是母音，所以呢两个母音在一起就是双母音。好， OE 好，那你说 OY 不是子音吗？好，在这边跟大家再复习一下， Y 其实是半母音哦，好，它可以当子音，当子音的时候就会变成 YYY 也好，就是我们常常念的 A 到 Z 的 phonics 的发音，好 ，yyy 也，可是它也可以当母音哦，当母音的话就会发 e 或者是 i，OK，、okay? 好，当然也可以结合前面的其他的母音，好，就变成双母音，好，变成 oe， 好，等于它是半个母音的意思，它可以当。它是双重身份 ，OK， 好，双重性格，好，它可以当母音，也可以当子音。好，那在这边就是我们把它当成母音来看待，好 ，OI 都是发 OE。好，我们现在来念三遍呢 ，OK，noise，point，coin。好 ，OY 的部分也是发 OE，Troy，Joyce，OK， 有没有学到了 ？OI OY 发 OE 的音 ，OK。
好，非常开心啊！大家继续收看我们今天的频道，如果不嫌弃的话，欢迎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们会录很多很多有关英文的视频分享给大家，不管是我们日常生活百态，甚至我之后啊活动计划呈现的部分，我们都用套入我们的 English 哈，让我们的在生活中就是自然而然的来 learn English， OK， anywhere， anytime， OK， 好，非常开心，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 OK， see you next time， see ya， 拜拜。